有猜测认为沃伦公布检测结果是他为抵挡一旦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时可能受到的攻击。特朗普总统常称他为加康帝，这是迪士尼动画片《风中奇缘》中的印第安公主。如果你进行 DNA 测试证明你的原住民血统，那么我特朗普就会捐赠$1,000,000给你最喜欢的慈善机构。如果他检测了，你就给慈善机构捐$1,000,000。我没有说过这话，你最好再去看看。这份报告显示，沃伦的原住民祖先在大约6到10代之前